飞机落起这么久了，怎么人还没出来？哎呀，可能是行李多吧，耽误点功夫，等会儿呗。哎呀，这边见得不错啊。哎，你看，哎，他们怎么在一起啊？走，走。哎，林志先生，你可算出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已经跟田局长约好了，咱们回头联系。啊，林先生，咱们走吧。 不行了，我们也走。田局长，田局长，走走走走。哎，丁北，啊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。走了，别接活了。哎，老邝。 情况怎么样？哎呀，搞清楚了。哎呀，周定北是凭了命了。他一方面找个邹所长，让计算机所开了一封介绍信，证明他这个公司是血脉纯正的研究所的血员。另外呢，他又找了田局长，让他告诉凌志，他周定北是田局长的得意门生。这一下就把凌志拿下了。现在他坚信，惊奇比咱们更有优势。没想到这周定北。 一旦拿出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，还挺难对付的。嗯，那你想过没有？咱们去香港找凌志谈代理的事儿，周定北和王勇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怀疑这里面，别瞎猜，瞎有瞎路，戏有戏路。咱们不能永远指望着对手比我们慢一步。而且，现在我们要想的应该是，周定北既然已经拿到了代理权，我们应该怎么办？